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阿尔卑斯山，我们来关注一个奇迹。有一名12岁的男孩，近日在山上的拉普拉涅滑雪场滑雪的时候，不幸遭遇了雪崩。在他被埋长达40分钟之后，男孩成功获救了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海拔2000米的雪山上空，直升机四处盘旋，却难以找到男孩的位置。雪崩在当天下午2点左右突然来临，大片积雪从山上滑落，将男孩向前拖行了至少100米之后，又将他掩埋。大约40分钟后，在雪山搜救犬的帮助下，救援人员成功找到了男孩。幸运的是，他除了腿部骨折之外，身体并无大碍。救援人员称，这真的是个奇迹。一般情况下，人类被雪活埋15分钟之后，生存的几率几乎已经降到了零。